的确拔出来了，但在做到这种事之后，却完全对他的力量置之不理，任由他们四下流散。也罢，对他来说，留在丁中的力量原本也就微不足道，说到底，他们不过是在帮我节约时间。倒也无可奈何。说到底，百年前的申讯一死，的确让我成为了另一种存在。即使在七丁中留存力量的是以术为名的超然之人，但这终归是区区人力，不值一提。而那座影坛，说是我的埋骨之地也好，说是我的遗骸也罢，对你来说，才是值得一取的伟力。